뭔데 그동안? 生日快乐！我昨天晚上看见了，你跟梁雪，我女朋友，在你家我也看到了苏明送给你的那条项链，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是为什么？我一定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公主。生日快乐，该许愿吧。人生奇不奇怪？为什么我们都会喜欢上不该喜欢的人呢？我认为，在我们的队伍中，有内鬼。你骗得了别人，你骗得了我吗？ 200万，我们周总向来都怀抱着一颗善良的心。我们所有人都是他的棋子。让这帮人走！好家伙！让他走！